会入戏，竟然做出这种事情。我是一个艺人，我有个坏女人，我必须要像坏女人。播完以后，那天我去吃麻辣锅，有一家很有名的麻辣锅，我车子就停在门口。我出来的时候，四个车厢全过，然后也有一个男的寄了一封信给我，我一打开，喷的我全身都是。精彩内容，请看《女人获得》。